哦，穿得非常漂亮啊，来到我们旁边，啊，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？首先我想恭喜京东拿下今天的对局，也祝京东能在接下来的比赛里愈战愈勇，一路连胜。然后我是 Flanger 选手的粉丝，我想恭喜他达成今天的700次出场成就。今天不管是这个金若游龙的乌迪尔，还是一骑当千的奎桑迪，都特别特别帅。这是扣死什么露露吗？然后最后祝李轩军选手天天开心，永远不。这是拉个斯还是露露？哦，希望你天天开心。反正不是拉个斯就是露露。我们领取一个礼物，然后一起合影留念。好，那像我们盛香哥的礼物。哦，拿上这个仙女棒，来，我们面对镜头一起。这应该是拉个斯吧？3、2、1。OK， 谢谢我们的粉丝朋友。这个我们可以先拿到台下啊，来。然后我是黑神和盛强哥的粉丝，然后祝黑神永远不死，活到3200。又是你啊，各位。然后盛强哥今天第一把的乌迪尔和第二把的老黑都表现得很好，又是他，然后很开心看他重新回到赛场，希望他以后继续加油，希望京东把去年的遗憾今年全部弥补回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粉丝朋友，也可以拿一个礼物一起合影留念。他昨天不是在上海吗？是他吧？我感觉就是他。好，我们一起面对镜头啊。OK， 3、2、1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粉丝朋友。绝对是他，兄弟。来，有请我们今天的下一位幸运粉丝上台，有请。不是一个人吗？声音有点像啊。